你让干什么？舅舅，你们听我说，我今天不论如何一定要见到倪成。倪成，倪成，哎，倪成，不见！你别在这闹了！滚！他不在，他去哪儿了？和成天去西州进货去了。去西州了。他去西州了。 你一大清早在这哭什么丧啊？快管听见没有？你快管！我知道了。倪成，倪成他出事了。你说啊，倪成到底怎么了？你说呀、啊，你知道什么？去西游。为啥？ 再相见，你胡说！要望多久星光，闯多少荒唐，才能？我叫你胡说！要你胡说！我要你胡说！你胡说什么啊你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可能发生这种事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一个是也不相信，可这些都是真的，不会的。 这成天在这肯定不会的。成天，成天，你个意思！王八蛋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是不是你们苏家？是不知道你们苏家派人杀他们俩，是不是？我知道，我劝过他，我劝过他不要与人怨不要，可是他就是不听我的话，相信你们所有人，就不相信我，他就是不信我。 Yeah.